好，我哋嚟到我哋第三段啦。咁下一位嘉宾，请你报上名来。系，我系 Angelina。系 Angelina， 你嘅问题系咩咧？我想问咧，我坐骨神经痛，咁大概三年左右。OK， 我哋先讲身体嘅 level 吓。你做唔做瑜伽噶？冇，而家冇。睇下可唔可以揾一个可以就系做专门做治疗瑜伽嘅瑜伽老师，系啦，呢个系身体上面应该有啲帮助嘅。系。咁另外一方面啦，其实你系一个 sensor 好强嘅人。所以你嘅神经线就好似系不停地打開去接收這個世界的訊息的。這件事呢是需要找到一個 balance， 但是呢問題就是你對這個世界是充滿著好奇和覺得好玩的，意思就是你其實有些不捨得關上這個 sensor 的。像這個狀態還會存在的，這個沒辦法，可以不痛的呢。那可不可以享受到這個，但是又不用捱痛呢，行不行？我只是 get 到一個 term 叫做 be peaceful。如果在這個世界覺得好玩很 interesting， 但是 maybe 你同時之間去問一問這些 information 和 peaceful 之間哪個取向呢是會比較 peaceful 一點的，會不會有些 information 你根本可以不用知道，這樣比自己 peaceful 一點，這個是你自己需要去練習也好，或者做一個選擇，因為可能還沒有那麼好玩啊。你聽得明白，我聽不明白。他的靈魂他自己面的。我明白。是不是意思，其實他因為很敏感啦，那你的神經那個 sensor 又開又收又開又收這樣，那他就會收了喜歡不喜歡或者一些令到他不好的能量都收了，是不是這樣？因為有時世界上面有些 beings，我們可以說是我們人類的 term 叫做天生的，天生它就是對這個世界呢其實的訊息、是很敏感，敏感是其實它很容易接收到一些 information 的， any kind of information， 就好像電台一樣，是當那個人是這樣的時候，你一個他會明白我在說什麼的。所以我為什麼不喜歡做 Sin 呢，就是他答你的問題呢，你們似乎是知道你，但我是不知道他說什麼，但那個人到了就噏到個頭都甩了樣。你收到了嗎？收到。好，還有沒有問題問？沒了。好，多謝你。好了。跟住呢下一位就是 Michelle， 請你出來。好啦 ，Michelle， 你的問題又是什麼呢？係啊，咁喺我就我自己個公司就開咗大約七八年啦。咁啊，但係我經驗喺我好細個已經入行啦。咁一直喺度發緊夢，希望有自己好似今時今日我擁有嘅公司一樣。咁啊，終於等咗成廿年後才發生了啦，咁發生了啦，咁好開心咁樣啦。但當然咧，都係交緊我自己喺過去嗰二十幾年嗰個成績表，係因為對人對事對物唔係淨係工作咁簡單。咁我又喺嗰幾年學習咗好多嘢，咁啊，我都覺得依一兩年我安穩咗啲，咁咧就開始坐低咗，就好似好舒服咁。咁就好似Esther 有時都提 comfort zone 得太緊要，咁咧就好似我進展得即係向前，唔係我冇動力，唔係我冇 passion， 係好似啊咁而家行去邊咧咁，咁但係我唔係唔想噶喎，咁好似只腳咧冇以前 run 得咁快，咁啊咁我都好想再自己再喺呢方面
再在我學在過往的學習裏面更加多體驗，我是不是真的學到的東西能夠再擺到我生活上呢？因為過去那幾年即係頭崩牙裂咁樣，咁我都覺得我自己學咗好多嘢。咁我好想喺以後打後嗰幾年，我能夠喺我工作上啦、人際上啦，都能夠可以鍛鍊我自己嘅經驗，或者各樣嘅事情俾我更多經驗。咁我想睇下，我係唔係可以維持現狀都可以繼續 move on 咧？定係我需要再去做？啲嘢去再鞏固自己嘅信念啊，或者方向咁樣。個問題都好長。你而家個工作，你開個公司，基本上面其實係係 OK 嘅，係咪？唔需要好大嘅壓力嘅，係帶俾你 income 嘅。OK。只是 OK 的。 OK， 同埋我哋唔理其他人點樣睇，你自己係 enjoy 嘅，算唔算 enjoy？ 我唔係 enjoy， 係好 enjoy。係好似啱啱講嘅，其實幾舒服嘅，好似係 sofa 咁嘅。有少少啦，係。即係講你係你發揮你個愛嘅時候啊，你同你俾我感覺你同客之間嘅關係應該唔錯嘅。是的。你仔过嚟要发展的可能不是一些所谓专业上面的 skill， 或者是譬如有些画画的人他可能要去将他的 skill 变得更加好啦，剪头发的要剪得更加好啦，你再过嚟的方向其实已经比较不是这样的。我也有觉得有少少可能是。你反而是你的客和客之間的關係，你每一天的工作環境裡面，你是裡面怎樣就將你的愛透過一些工具，包括傾偈啦、關心啦，去對人生的愛有更加深層的認識，這個是你靈魂可想做和可 enjoy 去觀察的事的。突然間好悲添呢度。真係其實係好自然，係有少少行咗呢種咁嘅位置。你會對一個客嘅生活，佢可能傾講緊嘅嘢，過去你可能純粹係傾偈，而家你好似都可以明白，點解佢會咁樣？你會觀察到，可能今次因為你一句説話，或者因為你哋嘅傾偈，下一次佢再翻嚟，你睇到佢嘅改變。你其實你再過嚟嘅人生，你嘅靈魂想去觀察。想去玩呢件事，即係好似嗰出日本片嗰陣《深宵食堂》，佢唔係賣緊食品嘅，係賣緊愛同埋呢個嚇輔導咁樣。我已經中咗50%，我係好自然同埋好偶然，我好似係喺我公司做受宰割咁嘅環境。我係觀察咗好多嘢，所以點解我有興趣去聽多啲？因為我覺得我未夠。去理解，因為你要做輔導，又好似好想理解，因為見到佢哋嘅種種嘅故仔咧，令到我係抽離咗嚟望翻嗰件事，學習多咗。而且咧，你仔過嚟會慢慢嚇，你由客嘅需要上面，你會開始觀察到，你可能會有一個動力，會有一個慾望，就係。我的譬如我的 office 裡面我會增加了什麼呢，而這個客進來的感覺會好一點呢，好像一進來就已經入到一個很舒服很 cozy 很 warm 很有愛的環境的，你其實你的靈魂是有這個三思的。哎呀，成日都在想，而你很喜歡做這件事。我成日都想深宵食堂真的一於在那裡整天吃都可以。我成日都叫人問人哋食唔食嘢。你 enjoy 嘅，所以你係啊，你製過嚟嘅人生已經不再係攞一啲專嘅一啲 cert 嗰種噶啦。哦，佢攞曬噶啦，佢我嘅意思係，我講嘅好勁噶佢，同埋我從來唔中意拎我啲 cert 出嚟。係，我講嘅意思係，包括你可能會想去學啊，會唔會學多啲心理輔導咧？對你嚟講，你唔係會變成一個專業輔導師，你唔係嘅。對他來說這個不是你要走的路的了，你走的路反而是我怎樣去創造這個環境，讓我自己比客人舒服一點呢？
我可唔可以整一啲可能 maybe 你講嘅星巴或者乜嘢，你會多咗呢啲 element 嘅？呢個係你中意做嘅嘢啊。而你是會有三思去想到的。嗯，好，多謝你。你有可能，有可能你 even 會想，我會不會有機會在大一點的地方呢？撈埋我哋三三零呢行啊！唔係，我根本呢，我覺得鍾先真係好勁。梗係勁啦，咪點上我哋雙聚做嘉賓啊？佢係對於我嚟講係我直頭係我做緊嘅嘢、想嘅嘢，佢係encourage 得我好緊。我是覺得我是冇係進展緊呢個位置，佢係講到 exactly 嘅，進入三三零啊，好好犀利，多謝你，嗯，加油啊，好 looking forward， 好啦，仲有幾多啊？有時間第八條，好，第八條，我哋嘅做 N 邊位係做 N？ 冇 ，OK， 咁就第七啦，好啦，你叫咩名字？係我係 Florence， 係老師好，咁。有少少似 Michelle 嗰條㗎，係啦，都係事業上咁，但係有啲分別嘅就係因為我而家呢一份工啦，咁做咗半年，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做咗半年，咁好感恩嘅就係老闆好想識我嘅，咁同事之間相處都唔錯嘅，好重用我嘅咁樣，咁但係喺個工作嘅嗰個性質嚟講，可能係。好點講啊？比較平淡啦，或者自己學嘅嘢已經學夠了，係學嘅嘢已經學夠啦。咁又想話需要一個更加大嘅平台，係啦，一個大嘅平台啦，見識多啲啦，去接受多啲嘅 challenge 啦。但係同時間，我本身係一個好重感情嘅人嚟嘅，咁同埋亦都係我由細到大咧，唔知點解好好命碎嘅，好多老師啊或者上司啊係好欣賞我，每一個都係嘅。咁呢個當然係好感恩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呢樣嘢，自己又重感情。如果一下子話唔做啦，即係會唔會浪費咗對方對我嘅期望咧？咁呢個就係嗰、那個自己嘅理想，係啦，冇錯就係嗰掙扎啦，係啦。係時間去一個更加大嘅平台，開始可以玩噶啦。哇！咁直接嘅你，係時間啦。但係你嘅你唔使擔心嘅，你嘅人際關係好好。你要轉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嘅，你今日同老闆個關係唔代表住你離開咗之後個關係就斷咗。你感恩佢，感恩你個同事，繼續 carry on， 佢哋都係你生命裡面嘅好朋友嘅。因為我睇到你去到另外一個公司，你都會做得好好嘅，你係有一個能力嘅，你應該有可能將你可能經過唔同嘅公司之後。在不同的公司裡面，你可能會將 B 公司的生意和你之前的 A 公司 link up together 的。其實已經是在做這件事，我以前有一個 intern 的公司，我有位上司，他是現在出來做老闆，我是在我現在這間公司彈 job 給他，就是 win-win 的 situation， 現在是在做這件事。你的角色是這樣的，所以你不用覺得啊，離開老闆感恩上你，我離開好像不是挺好，其實你會去到一個更大的平台，而將來的時候，你有機會會跟現在這個公司是有個 partnership 在這裡的，而且你的人生裡面可能不只是這樣一間公司的，有可能這個 B 公司暫時幫不到 A 的，有可能當你去到 C 的時候 C 是幫到 A 的，你很喜歡做這個事，而這個是每一方面來講是你的使命的 talent， 現在說 talent，很多時候我們的 talent， 我們的天生的能力其實就是我們的使命，所以很多人會問啊，我這個使命是什麼啦，其實有時問得太多了，你最厲害的，你最喜歡做那樣東西，其實就是使命的。不怪之衰啦，因為我本身是做公關的，公關公共關係，所以我沒有入錯行，不過要再是不是再提升一個層次，就是公司公司之間你需要，因為你的靈魂其實是一個可以站在一個很高的位置看很多事情的靈魂，只不過在人世間的年齡來說你還是很young，那在人世間是真的需要一些時間去 build out 一些 experience 的，是你放心地往那個方向去走。多謝老師，我祝福你啊好，還有下一位有沒有問題問？有冇？事業啊，我都想問。報上名來。我係
Natalie 咧。嗯哼。嗯，咁我都想問下老師，我嘅事業方向可以點？因為而家呢個工作其實我都知係暫時性嘅，咁，但係跟住點樣行咧，我又唔係好知。你而家嘅工作係乜嘢啊？都係做 sales marketing 嗰啲嘅，但係其實我轉過好多份工㗎啦。咁之前其實有啲 message 就好似係體驗唔同嘅地方去攞啲 experience 咯。咁但係就唔知道跟住長遠係點。你中學嘅時候嘅夢想係乜嘢啊？唔記得，即係我想知道其實我係會自己去 build up 一樣嘢啊，因為其實做一啲可能都係 sales 或者一啲。人際關係啲。好，我點解會問嗰個問題？係因為你冇方向。係一個好直接嘅答案，就係你冇方向。咁其實係冇一個特定嘅方向。唔係，係你內在裡面根本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嘢，想過乜嘢嘅生活。所以你嘅工作，你就算去到下一個工作，你都唔會開心嘅。其實我知呢一啲嘅工作好似係暫時性，但我唔知道係咪放我之後真係長遠嗰個嘅。好，我想再問你，你個強項喺邊度？你覺得自己個強項喺邊度？其實我淨係好中意開開心心一班人嘅，但係我唔知喺裏邊我係咪有一個角色去做。咁你過去個工作係咪都係一班人開開心心啊？我有做過啲 travel agent 咁樣，即係都係帶啲人去開心去旅行㗎。咁點解離開嗰個工作？其實我轉過都唔錯，所以點解離開？係咯，如果你咁中意一班人開心心，咁你又做咗嗰份工去帶人哋開心心，照計喺嗰度你會停低㗎嘛？好商業化咯，即係其實好似好多份工都係放我嘅靈魂去學習喺呢個世間。嘅運作或者學習一啲嘢。我想你放開呢個諗法。呢個諗法只係遞住俾你，係不停喺唔同嘅工作裡面去行啊。但係每一個工作都冇帶俾你學習，冇帶俾你一個重要嘅生命基礎喺度咯。所以我想你放開呢個諗法先。咁我點解？我想一路問你。你可能呢一刻你可能未諗到，不過如果你回到屋企，你可以就係諗，就係慢慢去思考嘅話，我覺得對你會係好事嘅。你諗翻你細個嘅夢想係乜嘢，同埋你覺得自己叻嘅地方係乜嘢？細個我真係唔記得，但我覺得我好似佢連中學都唔記得，細個肯定唔記得啦。中學近咁多，所以我哋係幫你揾翻你個夢想啦。我覺得係一班人咯，係咪其實有一個可以拎級一班人？因為你睇翻你由細到大，你都幾，你睇到你嘅人生都係同一班人一齊嘅，係咪？唔同類型嘅人咯，即係其實我好有機會接觸唔同類型嘅行業同埋人。咁呢個係。OK， 好。咁喺唔同行業裡面，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經歷過嘅唔同行業裡面，你經歷完之後，你學咗乜嘢？你觀察到乜嘢？呢個世界唔同嘅面向，同埋唔同嘅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嘢。你應該搞歡樂今宵。從搞歡樂今宵。咁你對你而家嘅工作滿唔滿意啊？其實依家呢份工作，其實開心係因為我可以成班人一齊玩。係，咁你唔滿意乜嘢？唔滿意佢始終都係以一個賺錢為出發點嘅。OK， 好，咁你中唔中意金錢？金錢係好嘅，都係豐盛嘅樣嘢，但係要基於愛去做呢樣嘢先咯，我覺得。你而家嘅收入點樣用？滿唔滿意？可以維持到啦。咁如果就係跳下一個工，你希望下一個工會帶俾你乜嘢？金錢開心，同埋即係一班人係開心，心之餘有風情，有金錢。好。所以你好容易揾到一班人嘅。
係啊，但我其實都有啲咁樣嘅元素，我係自己 feel 過嘅。但我唔知我究竟係一個有一個特定嘅一個位置，可能一個角色或者一個職業行業。因為其實我純粹就係一個好似人哋拎up一班人咁樣就 OK， 即係我唔係好清楚我角色嘅定位其實係。我知道你好急於想知道，你好急於想知道，但係問題就係、是。這個答案不是這裡、答案是就是呼籲你對金錢、對公司、對金錢的一些看法。那你 我都想問你，你是每一個工作這樣轉，你喜歡這樣的人生嗎？你的靈魂是不喜歡的，不開心的，我不覺得你開心。我之前是以為我要這樣好像去做一個我之前是以為我這樣要 experience 不同的東西，但可能不是。你是時間要重新就是、看一看對金錢的關係，是的，聽下你好像其實很多份工作 你講來講去有一個 point 很重要，就是跟一班人一起、開心心，那其實你很多份工作已經創造了出來的、但是你講來講去，但你也講了很多次，就是說但我不喜歡 commercial 啊，太 commercial 了這樣，但是你所有生意第一件事要 fulfill 就叫賺錢嘛，他不賺錢他會執的嘛，所以我覺得祖先說得很對，就是其實未必是那個工作的 nature， 即是說到底是旅行社呢，還是 7-11 呢，還是這個教育機構呢，而是你去搞定你跟錢的那個關係。即是很簡單，這裡有3000個人，是不是 如果有人給你一份工作、okay， 一個星期回3個下午而已，100,000個月，或者100,000個月只是掃街掃3個下午，你值不值？掃4個小時，每一個禮拜掃3次 ，OK， 100,000個月，仔，咁你話喂掃地冇意義嘅喎 ，doesn't matter， 掃啊100,000，係咪啊？咁anyway好啦，咁我哋啲時間已經過曬啦，咁我哋陣間咧就即係我哋會有呢個 after the show， 我哋傾下偈好嘛？好，咁咧就多謝 Joanne，多謝大家。好啦，我哋今集嘅時間咧就要完啦，咁樣一個鐘頭真係好快嘅，咁咧好希望咧好快咧，我哋又請阿祖先翻嚟 ，OK， 又再做訪問好唔好？好啊。好，咁我哋用我哋嘅掌聲完結咗我哋今次嘅訪問啦，拜拜。